据媒体报道，年度最受期待大片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局之战》将于24号上映。该片极度保密，不但不开放试片场次，宣传时也仅透露前20分钟的剧情，不打算剧透太多。就连结局都拍了5个，连演员都不知道自己演的哪个版本是正确的。而导演罗素兄弟近期接受 Digital Spy 访问时则表示不可能完全保密，其实至少已有几百人看过这部电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